嗨，网络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将我们自身的能量发挥到最好的状态。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能量其实都与宇宙、天地、万物、自然相连接的。我们一个好的念头回来的就是一个好的结果，我们一个坏的念头回来的就是一个坏的结果。大家可能都有去过寺庙的朋友都有体验，如果你去到一个千年的古刹，一个老的寺庙，你进到那个磁场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全然放松，你的心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千年寺庙的能量场所摄设的，而你个人的那个小能量一下子被这个庞大的能量所摄设，所以你觉得很心很静，就像静静的待一待，去好好的礼礼佛啊，这一刻你的烦恼所有事你都愿意先放一下，这就是能量场对你的感应。大家去过百年大的这种老教堂，也同样会有这个感应。你进去以后，你就会被这个教堂的庄严让自己内心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爱的正的能量场在摄摄我们。所以当大家知道，如果我们接触到正能量的朋友，比如说佛教的大师大和尚们，包括这个莫斯，或者说我们穆斯林的阿訇，那他带给你的都是这种爱的能量波、能量场，所以你见到这些大的修行人，你也会内心非常的恭敬。这就是什么？一个善的正的能量场在引导着我们个人的小的能量场。那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遇到一个每天就是思维模式不太好这个打打杀杀的这种负能量的人，你见到他你不会肃然起敬，因为他这种负的能量场就会让你感觉特别不舒服，你看着他的眼神你都会觉得是邪恶的。因为什么呢？这种能量波就散发出来。所以当我们交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与善人同行，要与好的人在一起，那这个好的朋友好的人就会给你正的能量，也会让你未来变得越来越好。就像我们打个比喻讲，如果我们是在公司上班了，我们每天想着这个同事也不好，那个同事也不好，这个公司可能未来生意也不行，老板也不行，当你这种负能量一起来的时候，你见到谁你都是烦恼心，那你造成的结果，你在这个公司很快你就待不下去，你就离开了。为什么呢？这个负的能量、负的思维模式就给你造成一个负的结果。就像我们讲，你每天开开心心的，你遇到不好的事你都会用好的想法，哎，这个事没关系，我可以把它解决了，这一点小麻烦不算什么，公司现在生意不好我可以解决，我可以努力把它改变。这种正的能量你自然就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讲，你每天开心快乐，你感召的就是牺牲来保佑你，让你越来越好。如果你每天想的都是坏的不开心的事情，你感召的就是衰神，你遇到的全是不好的事，全是衰的结果。这就是能量的感应和感召。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体，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能量变得更加强大，让我们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那你的正念、善心、善行特别的重要。如果你每天想的都是好的念头，你心中散发的都是爱，那你付诸于行动的都是
好的行为，那你想你这个人能会遇到多坏的事，你的命运能走到多长吗？不可能，因为你相信宇宙之间，正就是正，邪就是邪。那正的能量它永远是光明的，那邪的力量永远都是黑暗的，黑暗就是代表不好的，对吧？那这个是宇宙的道，这是宇宙的规则，谁也改变不了。就我们讲的，这就是因果所成的因缘，成因果，这个都是我们讲的。整个我们生活在这个人间，我们就要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没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什么都报。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啊，这个人很坏，但是你看他现在很风光很有钱，你再看未来，你看看未来他是不是好一辈子。如果他好是一个坏人，他能好一辈子，那这天地就没有我们讲的光明与黑暗区别了，那没有好和坏的区别。所以我们讲的，就像你一个人你杀人发火，公安局必定抓你，这是必然的结果，对吧？所以你不善的行为必定造不善的果。所以我们如果要想自己的能量场变得强大，那我们唯有每天把我们遇到不好的事不好的人用我们正的念头把它改变过来，引导它变得更好，改变不好的事物在我们眼前，这就是我们会让自身的能量场变高。当你的自身能量场不受外围的环境所影响的时候，你就在主宰着你的命运，你就在改变你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希望网络朋友在这个视频中能够受益，能够慢慢的保持着我们的正的念头，善的念头让我们的爱在心中放大，让我们的善的行为随着我们思想，我们的心付诸于行动，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所以在这里祝福大家未来每个人都有正的能量场，这种能量让我们改变自己的身体状态，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状态，改变我们一生的状态。谢谢大家。